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，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呢，都要轮流找一点时间来跟伯伯讲讲话，这样子他才可以早点醒过来哦。洋洋，你拍这个干嘛？我没看到前面，看不到后面。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？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一点把握也没有。没大没小的，这就是一切的开始。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，你知道吗？